那请问你的第一次是几岁？那你的初吻跟第一次是同一天吗？音乐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人，怎么会跟那个黑人成为好朋友？这个陈建州那些饶舌歌哦，陈建州啊，嗯，哎，我以为什么黑人啊？陈建州，他是我们台湾的黑人，对对对，欧朗，欧朗，欧朗，你怎么会跟他成为好朋友？他也很会 rap 吗？他很，其实他还蛮喜欢 rap 的，其实他蛮喜欢。唐志忠更爱哦，唐志忠很爱，我知道，唐志忠非常爱。黑人就是很热情嘛。嗯，虽然他自己不是一个唱歌的歌手或者，嗯，在卡拉 OK 也是唱歌，但是对，就是他很乐在其中，然后非常投入在这个圈子里面，很热爱这个圈子。我听说这个师兄啊，拍 MV 的时候跟女主角啊吻戏啊，嗯 ，NG 了50次。哎呀，那女人不是开心死？重点是什么？导演是他自己。哇，你这样子，你用这一招啊？你竟然用这一招 Burlesque。我也学会了，师兄，谢谢师兄。其实很好用，自己自演自导 MV 啊。对，但是我们都是三个护眼啊，这还有什么好 bird 的呢？对，但是你这样你自己当导演，然后 NG 这么多次，那又是 bird 戏，嗯，总是有点尴尬吧？因为那个歌，他的歌名就是 Kiss Goodbye。哦，所以要一直 kiss， 一直 kiss。其实那个 kiss 的镜头很重要。对对对。那有很多不同的 bird 法。哎呀，就是有看七八幕都是 bird， 都是 bird 的。哦，你的 bird 法有不同的 bird 法，有不同 bird。bird 为什么这么了解？每一种 bird 的历史都有不同的 bird 法了。对，你大概有几种？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今天。在这一支 MV 里面就有，比如说初吻。初吻，哎呀，尴尬，然后初吻是这个手要放哪里？非常对，初吻，然后有那种生活在一起很日常生活的那种，亲情吻，就比如说啊，拜了，日常那种，这个是不是叫统称日常生活吻？对对，是不是？嗯 ，OK， 还有什么？那种叫前吻，对，那比如说他感冒，那。照顾他，关心之吻，体贴的爱心吻，爱心吻，还有呢，约会的激吻，哎呀，对，激吻，等到激吻的失败，不好意思，那有没有在那种角落之吻？也有，有也有角落，在楼梯的楼梯，懂吻的都知道，有没有那种放不掉的想要之吻？当然，最重要就是 kiss goodbye， 就是 goodbye 之吻。不是师兄，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有没有那种我想要之吻，让他知道我这一吻就是我想要爱的一发。这个很难表达，这个怎么表达？这个要研究一下，你下次拍戏要把它用进去，就是想要之吻，欲望的吻，对，就是我想跟你，告诉你用这个，这个很厉害。你们两个演一次给我们看一下。你那次是为了区别这个文法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才 NG 50几次，就是各种。对，因为不同每一幕。那你觉得最难演的吻是哪一种吻？啊，我觉得是那个吻别的部分。真的，吻别这个吻真的是的啦，吻下去那个内心的那个。澎湃，那个挣扎，那种痛苦不死，因为它很多不同的层次，你又很难过，又很舍不得，但是又很幸福，一定要。秋文，你是影帝对不对？让你表演一下，对，跟他，我们以后要分别。大同宝宝要离开你了，你要一个人去打天下。吻别，大同宝宝 ，kiss goodbye，kiss goodbye， 我。等一下，镜头没带到，哎，有，给我拿里面的钱了，所以网友们看到没有，不错，结了婚有 feel 啊，人结了婚就会变这样，有功啊，那你刚刚回来，你在那边破坏什么东西，回来。那请问你的初吻是几岁？我的初吻呢？我的初吻大概是13岁的时候吧。哎呦，我有点早的哦，算早。我觉得那时候初吻是刚好了，
不是，人家生长在纽约嘛。对啊，13岁哎，学风开放一点、啊、，OK 的，这个年纪是 OK 的，在美国那是 OK 的。那请问你的第一次是几岁？开玩笑。那请问一下，你初吻的时候有没有生理反应啊？生理反应还是会紧张，流汗，对对，流汗啊，对，紧张，手不知道放哪里，手哦，脖子紧紧的这样，对，因为在跳舞嘛，是在跳舞的时候，是那个舞会。哇塞！然后再跳慢舞，然后亲下去，然后就木头人怎么办？对，怎么办？然后就他是哪一国的人啊？黑人，他是美国人，白人吗？对，黑人哦，白人啊，对不起，我一直为什么一直叫黑人？因为他小时候跟黑人比较好。你还记得那个那一幕吗？很深刻，牙套戴牙套，你自己讲的很深刻。哎、当初的你的初吻、哎，上面还有我的那个唇。等一下，把那酒精面用酒精。不是，我想啊，孙萌，今天你大概等一下出去就会被他的歌迷杀。对啊，就是搓搓的啦，轻轻的，然后也不敢乱动，对不对？就是这种亲下去。对，其实所有的那些前戏啊，都是为了要碰到他的。他也没有亲过男生，我也没有亲过女生。双初吻。双初吻厉害，但是呢，我们所有周边的朋友都已经打听好了这件事情，就已经铺好路了。就是我的那些哥们跟他的姐妹们，我们已经说，哎，好像可能下一首歌他就会怎么样，就是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你确定对方是初吻吗？这个都不重要哦，相信，我相信，相信，哎，是，对，哇，就变成其实。他心里面也知道，我心里面也知道，所以就没有那么的，反正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真的亲下去了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反而不知道怎么办。那他眼睛有没有闭起来？有。你呢？嘴巴有没有张开？没有。你眼睛有没有闭起来？有，闭起来。也是闭起来。哎呀，对。你眼睛闭起来，那你怎么知道他眼睛也闭起来？他朋友会跟他讲吗？等一下。我跟你讲，都会的，像 Burton 都要偷看一下，偷瞄一下，是大家都初吻过。那你的初吻跟第一次是同一天吗？你们是不是啊？不是啊。对，楼对，溜滑梯几下。对，你讲一下，你像狗，溜滑梯几下。那我这次跟一位我心目中的盖世英雄合作，是他就是。他的名字叫欧阳靖，他是全美国全国 freestyle 即兴饶舌冠军。他在欧阳靖也来过。对，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人。我们店里有请他来过。他怎么不了？他是把所有美国黑人跟白人都干掉了。他是一个 ABC 小孩。那他在黑人电视台，因为他们会举办那种全国的即兴一对一，只有一个 DJ 在那边，我没有脚本。就开始了，即兴饶舌，就呛下这样子，然后他就赢了连续7周的，对，然后后来他就出唱片了。音乐大声音在眉边，不知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型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了所有观众老了。最后这季节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那把握是控制前两三的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美味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已经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麻不停停。好想掉进那故事里，不做慢的气氛，神秘流梦美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